就大家彼此看彼此成长，然后我也进入家庭、婚姻、小孩，很多以前的那些追星的迷妹也慢慢步入家庭，也有小孩，所以有很多就是现在的他们大概想形成一个势力，就是教育他们的子女，然后来代替他们妈妈来追我这样。来看，对，有点意外。意外吗？我有点意外，没有特别，没有特别跟他们建立沟通管道。可是里面是也蛮多是你支持很久的粉丝。对啊，可能要再看一下。我有看到一些老，有看到 F 4时期的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日本粉丝，看到他们心情，就大家彼此看彼此成长，然后我也进入家庭、婚姻、小孩，很多。以前的那些追星的迷妹也慢慢步入家庭，也有小孩，所以有很多就是现在的他们大概想形成一个势力，就是教育他们的子女，然后来代替他们妈妈来追我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当然开玩笑了。越来越幽默了。不，这也是会发生的事啊，这没有。我不知道，也许没。我小时候也是看你们的戏。可是这个年份好像真的是。是啊，没有没有没有早几年，好不好？我自己解释。你出道作品是什么？绿光森林。绿光森林。我有追过《流星花园》，我自己有追过。我也有耶。这是真的。记得做到吗？我真的很开心跟你变成朋友。刚好我隔年出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熬算。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